要食一寡物件，你若无食物件，身体是会怕歹去。安尼阿母是会唔甘呢？小文啊，爱食些物件啦，小文，小文。恁是我阿母，恁是我阿母。小文，拢是你。你家少爷做得好，你无来我真想要做。我也无想做你后生啊！你啥物仔惊了外甥啊？夏文，你莫甲讲啊！夏文，夏文，啊，夏文，夏文，夏文啊！你来变卡呢？夏文，官娘，当初你要嫁嫁，是我跟你做动，敢讲我你做是唔对的，拢是我的，是我唔对，是我唔对啦，拢是我唔对啦，小文。咱一家遐吼，经过遐尔侪波折，今日总算是脱离啊。就是啊，而且你即摆阁娶一个遮尔好的新妇，阮实在足欢喜的。多谢阿爸阿母。亲家啊，亲妈，你实在太客气啦。阮明家会当嫁阿全哦，算个是福气啊。阿全，这块玉佩，你敢也会记的？这块玉佩，自细汉你就扎在身躯的，以后你嘛是同款拢该扎的。来，多谢阿母。我若这块玉佩，我就家己扎。阿母，你莫艰苦啦，你若是输了孝文，我会当常常带你最爱少年到看伊。小文，小爷派我来谈话，讲伊伫咧门口等胡林，怕输讲胡林无爱去见伊，伊就无爱走。阿多，啊，什么代志啦？你都较大声讲出来咧。无啦，阿多，我之前订一批布料吼，头家提早上布送来啊，讲派人已经吼送来伫咧门口，所以我先出来者，恁哪用啊？晚点就回来。姐姐，来来来，少文，少文，阿母，阿母，我在家啦。阿母，我拜托你，我知我唔对啊，你还我回去好无？少文，阿母嘛无想要做到这个地步，但不过你三番两次一直害阿全，你不是不知影，阿母寡你想要找伊回来，你一定安尼先做，让阿母寡你伤心的，你知影无？阿母。自细汉，互你收养到今嘛，我就一直甲伊当作是我的亲生阿母同款。我从来都毋捌想讲要离开，只是因为我会惊，我惊阿全若是倒来了，你就无爱我，
你家爸替我赶出去，所以我才会做出戆代志。阿母，我拜托你，你讲阿爸我回去好无？阿母，我拜托你。阿母，国家安怎唔甘你？我嘛不应一直在你身躯边安抚你，让你在外口胡白乱来。既然你已经知影唔对，你家己爱承担一个后果。从今以后，好好改过，好好反省，阿母会找时间去看你。阿母，你莫走，你莫走啊！少文，你放手。阿母，你莫走。放手啦，阿母，你放手，少文。你跟阿爸根本都不爱我，少文，你个名叫四界找，拢找无阿母啊！哎呀，我现在烦恼呢。因阿母就昨昏就出去啊，到时要阿妹倒转啊，唔知骨折头夹起来，还是会发生什么代志阿妹？少爷，少爷，阿头，阿你是不是有夫人的消息啊？我，这下，这是夫人的。阿母现在接受我的照顾，人真安全，只是恁找袂到，害恁今仔日头落山之前付我十万块。那么阿母的安全，我恐惊无法度保证。孝文，阿母去予孝文掠去，那安尼啊？十万块，念东念西，要多少赚十万块啦？阿头，你是毋是知影啥？赶紧讲！我真正唔知影孝文少爷会甲夫人绑走啦，我只是看伊足可怜的，唔才会替伊甲夫人传话。吼，这林孝文啊，竟然敢唔悔改，还阁想要做歹代志，我即摆追来真到，一只个拍死，快一个张秋文。阿爸，你莫这么冲动啦，你安尼做会害着阿母的。明玉讲阿无唔对，阿母搁伫伊遐，咱免得家己死去啦。我阿母即摆是变哪？阿爸。为了阿母的安全，咱先照孝文的意思终止。咱甲其他的人继续找，只要找到阿母，就免予伊威胁啊。我头壳真疼。这是什么所在？用白来吃，放手啦！阿母，你放手，少文。干公，真正是少文把我绑在这。你是少文的亲生老母。我是要来跟你投诉的，别当我少文知影。啊！真正是少文，少文，现在要甲阿爸爹家，现在要唔是走？有人来啊！阿母，你定真样哦，我该传达回来啊！我请你吃。Thank you.
底锁也是爱偷开，是不是有人找你家来？要来救你？锁也是爱偷开，是不是有人找你家来？要来救你？无啦，才敢让我家己一个爹家娘，免闹别人啦。少文，你是有什么困难，也是讲你有什么不欢喜？你会用和阿母好好讲啦。阿母，我嘛无是安尼，这是恁逼我的。只要阿爸肯给我十万块，我就会放你走。林兄，哈。少文，你听阿母讲，唔通过一错再错啊！好，你真歹帮阿母走，阿母啥物拢会用，莫和你计较。阿母，我做你后生嘛已经做啊一年啊，无讲了嘛应该有苦了，给你淡薄仔钱敢有过分？只要你肯乖乖啊！将你们家所有的财产拢送来我家，等你无利用价值的时阵，看你是要去地，还是要去死，拢随在你。少文啊，你敢命还够有良心？这款代志你哪会做得出来？无彩阿母这么多年来，我这么笑你。你是不是在找人？你还知我在找人？林夫人是阮阿母，我在找伊，你敢有看到？我是无看到伊啦，我只是感觉你身上这块玉佩真好看，较明少我看一下。虽然我唔知道你阿母的下落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你甲你阿母两人孤囝连心，你凭这块玉佩就会用找到伊。那安尼，我先来走。多谢你。阿转啊，你玉佩哪发光啊？我知影明仔早找阿母啊！咱来到真正未来。玉佩只是放向第一边。紧倒来看卖。这个地址在附近啊。哎，阿全，遐一间破厝呢，敢会是米遐啊？咱起来看卖。好的。奇怪。你哪会到这摆要摕钱来？敢讲无想要救伊啊？到底是咧比啥吧？麦克，你死臭啥？你卖我来哦！阿伟怎么命啊？小文，你还在做代志啦？你是阿母咧？阿母，你今麦肯定我这后生也是。我甲你讲，未富啊！你哦，唔是我的亲生老爸，伊嘛唔是我的亲生老母啦，知影无？夏文，
想。你看得到无？这个啊，才是我的亲生老母。阿母，你来得拄啊好。你敢关心查某哥，教我阿母，进来。小牡丹，你来到这当阵，还阁执迷不悟啦？敢讲你真是来我，甲你阿爸死猪摆啊，我跳跳，我你甲你亲生老爸来干死你是无？阿母啊，你免想要阁骗我啊！李冠良伊早就已经魂飞魄散啦。阿母，刚讲即马连你来反背我心，好，无要紧，到时吼，这个财产都拢我一人下啊，你一身五银哦，万免想要摕到啦。进来，拢进起来。敢进起来？我需要死哦。好，你别激动，静一下。多多，快进来。阿母，你别惊。十万块在这。十万块。没错。这钱是假的，没错，这钱是假的。你竟然敢骗我！他连枪哎！老爷，鬼了！你回家！阿晨，你不是已经魂飞魄散了？林佩蒂和我驾驶的这枪，哪有可能魂飞魄散？你这个业主，真是上巧，在排除作证。今日我就让你无法度搁再来了。我来客啊！你去吃，我来备。小文，阿母今麦袂去打，你吃倒好吼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好，安尼我知啊。阿母，来，你慢走，你要睏，我替你走。哦。进来吃嘛。啊，苦老板。你们来呀，你们好啉。坐来吃，来，这里一个月工资啦。柯老板，多谢你啦，因为你这么好心吼，才当让我们母仔咱才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啊，那无，小文即摆变安尼，嘛无法度做其他的工课呀。那你讲啦，这拢爱怪我，进前俺消费千忙啦，才混到这尼啊多灾厄啦。好出钱哦，把这梦整理你，嘛是应该啊。安尼以后吼，都袂有人犯这款错啦。林孝文是一个真聪明，阁真有才情的人，可惜去予欲望甲钱财所害，才会变甲作恶多端。可见伊的聪明是好，毋是福。如今伊变甲这种戆痴的模样，颠倒恢复囡仔时阵的天真，这对伊来讲，嘛算是因祸得福。
龙林门圣母庙有一条百年历史的王船，相传是受到妈祖邀请入渡海来台，接受信众的祭祀至今，并有享历几百年啊。也听讲王船公上厉害，就是伊的王船水，这又个是什么？依旧咱的五湖千岁，咱的王船公哦，你倒咧无爽快，吼、哦，伊会甲你指示，你爱啉着一号的王船水，啊二号的王船水，这吼拢无同款。若要奥多拜，还是买汽车，吼、哦。拢会来哦，王船公家来发财，赛车拢会足平安。王船水本来是王船渡海来台时阵船顶的海水，但是后来去用提了了，庙方就用会当啉的水，放伫王船顶来过水。也同时，一只无人驶王船渡过乌水沟，竟然无半点仔损害，所以信众们相信讲，王船水会当保庇赛车平安。